Charmin.咦，反光有冇得影咧？地下反光，系木噶，系木噶。边度整得咁污糟噶？呢个唔系工地咯。咩工地啊？公司？唔系啊，你平时落雨地下弹嗰啲嘢上嚟噶嘛？哇，你洗得好 sloppy 喎、啊！你睇下呢度嗰啲笪一笪笪，你知咁？你洗完先去第二啲地方啊嘛。1号、2号先走，果然好白净。刚刚我们去了多少次？有几多个？八个，好多都掉咗啦，系咪啊？系咯，没丢了就那么多了，丢了就可能一打了。系咯，喂，阿朱。Hello， 你知个背，你试下，我即刻塞你个头落个桶度。你有冇洗窗噶？净系洗个车噶啦。姐姐哦。姐姐咩都姐姐。姐姐话佢会整窗啊。系嘅咩？咁你喺呢边，你咪洗埋个窗咯，洗车嘅咁噶啦，一个负责门，一个负责车胎啊。要我冇话要负责。Oh my god！ 我话负责呢边，你负责嗰边喎。啊，是。你真系完全地唔好咁样。呢个洗车完全表现到瑶瑶嘅性格啦，系不折不扣嘅瑶瑶个性格。连洗车呢个方面都系，系咪啊？陈正耀，你唔好揩个地下啦，揩完好有石，咁你一路洗咪花晒咯。隔篱屋嗰个圣诞老人已经甩晒色啦，哇，好干净啊个拎。布拎布拎，咦咁靓嘅，你膝头哥啲 pat whipped cream， 好美丽啊！咦，之前我换咗个东西喎，四嚿水后边睇下先系咩啊？换咗嚿咩啊？换咗个杀气杀剂嗰嚿 pat， 系即系边嚿？嚿啊？我谂系黑色呢嚿咯，睇先睇先。依嚿入邊嗰個 pad， 即係你殺咗嗰陣，佢咁樣夾住你個碌咁。唔好太搞笑啦你！有我需要水喉。你睇下你呢度污糟。死咯！呢度好似有揾隻手捽下，系咪生手啊？定系咩啊？佢突出嚟定系咩噶？突出嚟先，睇刮唔刮得甩。哦，水喉啊 ，sorry。你喺嗰边绕翻过去好啲喎。等我嚟吧。洗车胎，爷爷洗车窿啊！对啊，银色呀。这里就不是那个皮 rubber， 是这个 rim， 这里银色这里。嗯。真专业，你们洗车挺好。
賊，哎呀救命！阿姚小姐，Give me a break, please. Give me. 你唔想洗你就翻入去，唔好喺度。我想洗。你唔想洗啊？完全。你完全係唔想洗。我想咁樣洗咯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唔挑剔你啦。好的。唔係我驚俾爺爺鬧啊！爺爺睇完呢個 video， 打電話嚟。爺爺鬧佢啊！係啊，爺爺鬧佢啊！咁挑剔幫你洗，雖然我喺度阿芝阿莊摩洛哥係咪啊？快啲訪問下你。对我的不满，讲。有你这个签约还没。什么？不是他的，他说不是我的。你小心啊！佢喺个前屋，唔好喷到水啊。哦，我有。不过你喷到佢都应该好 enjoy 嘅。好啦，呢位小姐访问下你，对2021年有咩展望啊？2021年出年有咩展望？有咩set 個高？有咩目標？有咩有冇特別嘢 set 俾自己？有，仲諗緊。OK， good。2020年你最大嘅 achievement 係乜嘢？最大啊！係咯，你講緊最最開心。開始練車咯。哦，係喎。因為2020年都冇乜做，冇乜做到嘢，所以冇乜學校嗰啲 activity 咯。好，哇！呢架車。所以開始揸車係最大嘅 accomplishment 咯。好 ，good。好啦，二小姐。我一小姐。你係陳家二小姐嘛？牙刷天王，訪問下你，2020年最大的成就是什麼呢？你覺得或者最，喂，你不要刷完就刷個地先得噶。最大的成就啊，是什麼啊？快點，3、2，冇，有的，有冇乖到啊？有冇食少咗糖啊？食多咗菜啊？飲多咗水啊？哇！最大的 achievement， 人類是喝多了水喎，真是人類的一大發現啦！仲開心到找到北京猿人啊！喝多了水，咁你咧？唔係喎，你個 achievement。哎呀，我尋日咧開始講故仔啦。我一入姐姐房咧，一陣屁味。咦！我啱就係喺度諗會唔會講呢個咧，點知你？是真的喎，是但啦。今年陳大小姐，如果陳姐講呢句話，你都你唔會講嗰句咩？邊句？唔係，我喺度啱啱諗起另外一樣嘢。陳大小姐，2020年開始做嘅咧就係又唔係全素，不過唔食肉係咪啊？哦，係啊。係啦。係啊。我都食少咗啦，自從見到嗰只牛牛之後，佢嘅眼神。看住我，佢話：你唔好嗒我啦，我都食少咗啦。仲有咧，我俾咗2分鐘你諗你嘅2020年做啲咩創世之舉啊？你咩事啊？即係大件事，你做過啲咩大件事咧？譬如匿埋喺個衣櫃度食薯片。嗯，匿埋食零食。匿埋真係食零食啊？呢個係你個 confession 啦喎，你認罪啦嘛？你係邊個 closet 嗰度？即係喺廁所睇手機。哦，呢個廁所睇手機係人都做噶啦。廁所，喂，另外一個名稱係圖書館啊嘛。有馬桶係圖書館，通常入邊嗰啲人喺廁所做咩咧？就係睇書睇手機。正如你喺圖書館都會睇書睇手機咯。咁你2021年有咩願望啊？繼續食零食。成績提高咯。成績提高啊 ，OK，good 啦。咁你有冇會唔會努力先？嗯。你想你都要出力噶嘛？啊？嗯。不過你想已經好好噶啦，係一個
嗰啲叫咩 improvement 噶啦。姐，我要水龙头。哦，采我添，唔采我添。你的记者太多问题了。咩啊？太多他不会回答的问题。系咯。点解唔会？哦，有架车出嚟啦，大家都嚟啦。啊，边个出嚟？但系我哋够位啊，系咪啊？系咯，佢唔系好肥啫。你跟到我在抓，他用牙刷嘛，要想是用牙刷的范围，姐姐不是咯，你都不明白牙刷天王的难处，不是咯。你有没有什么投诉啊？我是吹哦哦哦，在这里搞乱了，跟着就打架了，这样会。记得我这里有个大大的武器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好，快点快点，我想看。记得我这里有这个。一路疼一路疼，屁股对屁股有肿瘤。你不要弄，你不要弄。我现在不应该动不动的脚。你已经是入了血的了，这个词语知不知道？没有，这个是你们的错觉。我是很少說的，通常都是你們帶起的。現在有實做什麼？有人出來入境隨俗。 Happy New Year! Happy New Year!